兄弟们好啊。这么多姐妹啊，来联谊吗？这不是著名民间截指艺术家岳女士吗？我就知道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萝莉，有一天他会脚踏小指人军团来娶我的。张显宗，我牙疼。就因为你太甜了才会蛀牙，不堪入目啊。当年我和小凤也这么甜蜜。哎呀，我还为他抓了100只萤火虫。顾小五行为请勿上升里称银。师父，你也在这个群啊？谁是你师父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师父。不是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。兄台是？我叫萧婷，也就是阿贝罗王。你就是那个在爱情面前也坚持以事业为重的男子，佩服佩服。听说你也客气。明台，小孩子家家的怎么说话呢？秦般若，我不是明台。梅长苏，我是汪曼春。我叫马承恩。川剧也太厉害了，我裂开了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请问有看到我哥哥嫂嫂吗？没有的话我等会再来问一次。你怎么总在找哥哥嫂嫂？他们有什么好的？味道好。这家伙居然吃人，小看你了。你疯了？跟你在同一个群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。天空是绵绵的糖，就算塌下来又怎样。弟弟几岁了？可曾读过书？吃的什么药？你可算来了，能再帮我杀条鱼吗？杀鱼不就是简单的开肠破肚吗？连杀条鱼还要求助别人，反派里也就你独一份了吧。还有任玉呢，全剧就杀了一只鹦鹉，还是幻化出来的。那可不止，他还打碎了一面镜子呢。打碎了一面镜子？我上次看到有人做这么无聊的事，还是书桓。不准你说我的爱新觉罗书桓。娘娘，您怎么在这个群？你认错人了，我是知画。本宫才是富察皇后。同一个角色怎么在不同的剧里好坏都不一样？我裂开了。不像本宫，不管在哪部剧都是反派，保持初心，咱们人设算是立住了，走哪儿都不崩塌。那又如何？本宫不死尔等终是妃。你死了他们也还是妃，上位的是我，咱们娘娘才是笑到最后的。我说你们这些乾隆的女人吵什么吵呀？皇上最爱谁？你们真的看不出来？谁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不堪入目。算来我还要叫你们一声婆婆呢。知画，同为著名绿茶，我很欣赏你。你不是被踢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干嘛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别这么暴力嘛。林悠悠女士，想和我一起爬山吗？不想。想和我共舔冰淇淋吗？不想。他为什么不按人设出牌？因为你不够帅啊。哇哦，你以为你很帅吗？整怪，难不成你帅？小心我掀了你的假刘海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肤浅？男人重要的就是事业，是业务能力。我身上背着半部刑法呢，你居然敢跟我比反派业务能力？大家评评理，我俩谁更有魅力？见仁见智吧。干坏事儿都没有看你们丝有意思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请问有看到我哥哥嫂嫂吗？没有的话我等会再来问一次。这个人好烦，能不能把他弄出去？大家饿不饿？我煮碗面给大家吃。太残暴了，你们不能因为我可可爱爱就煮我。祝你新年快乐。谐音梗是要扣钱的。圣诞老人，你来中国的隔离期结束了吗？我是国产的，不用隔离。给大家带礼物了吗？那当然。你要什么？本宫要反派 CP 发糖。你要点别的？本宫要普通话一假证书。要哪对 CP？ 本宫全都要。好家伙，还抢我台词了。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想杀我？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他在上我们在下，他想怎样就怎样。你说的对，我之前就应该多提防他些。等你两只鸟自投罗网，以后要常来本宫宫里面坐坐才好。你一点豪杰气概都没有。最潮的就是你。公主，给我下去！不是来跟你睡觉的，自己的心，也许好好想想。你任性很多吧，从来都不得不要反吧。
人就烧。想看更多搞笑视频，神仙配音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怀秀帮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